哎，伙计，总部已经开始分析那些数据盘了，破解应该不需要多久。希望上面的内容值得我们付出的努力。收到来自 Actorus Minsk 的通讯来电。你和 Reno 上尉都干得很不错，指挥官。我觉得我们的努力已经削弱了联邦对各大边境星球的掌控，但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尚未完成。 具体 Kerrigan 中尉会详细说明的。我就直说了，我们的现任说安提加主星已经准备好公开反抗联邦了。不幸的是，联邦似乎也察觉了这一点。他们在那里驻扎了阿尔法中队的一支分队，由 Duke 将军直接指挥。指挥官，你的责任就是解放这个移民地，同时向安提加的人民表现出我们的善意。 Kerrigan 中尉会协助你干掉杜克的官员，而其他联邦部队就得靠你来解决了。你准备好就行，这应该不错。Oh yeah。行。Rena 上尉，我已经完成对这片区域的侦查了。还有，你这色鬼。 什么？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是啊，但你心里在想。哦，对了，你有心灵感应。好了，咱们干正事吧，好吗？可以。Kerrigan 中尉报道，和我的想法一致。我听见了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没错。我讨厌这些东西。 其实我隐形了，他们也能侦测到我。我们得把这些东西干掉。我听见了，收到，和我的想法一致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我听见了，收到，和我的想法一致，这是我的荣幸。 我听见了，我准备好了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我听见了，收到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收到。Reno 在此。 是什么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指挥官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待命中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明白了。收到。Reno 在此。
线锁定。任务完成，就绪，长官。收到，报告，马上，长官。附属建筑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马上，长官。明白了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报告。马上，长官。报到，收到。晶体矿不足，收到。附属建筑完成。需要更多补给站。什么事，长官？马上，长官。报告，命令已收到。明白了。指挥官，请讲。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？晶体矿不足。收到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马上，长官。
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月宁战机等待发射命令。升级完毕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发射命令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马上，长官。晶体矿不足。月灵战机等待发射命令。小子 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马上，长官。月灵战机等待发射命令。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？什么事，长官？需要更多补给站。什么事，长官？等等，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等等，需要更多补给站。月灵战机等待发射命令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任务完成。我想干点什么。目的地是。我听着呢。目的地是。坐稳了，前方有气流。点火。任务完成。我在听。请讲。输入坐标，目的地是。月灵战机等待发射。说吧，总部。目的地是。预定轨道，一切正常。待命中。收到。报告。报告，坐标已收到。收到。航线锁定。攻击队形。收到，坐标已收到。说吧，总部。精密计划攻击。月灵战机等待发射命令。输入坐标。坐稳了，前方有气流。指挥官，出色无比。静止定坐标。输入坐标。
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攻击队形成。出事，长官。等等。正在遭受攻击。输入坐标，收到。预定轨道，一切正常。收到。收到。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。报道。请指定坐标。明白了。报道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报告，攻击队形。啊，没错。航线锁定。待命中。等待发射命令。输入坐标。